为什么有人在那里啊？是谁？小巨蛋。小薰。小巨蛋。小薰家。在那里啊？谁啊？是谁？谁啊？我要在那里，而且这时候没有人啊。做突袭检查，对，但我要在你们房间洗头，然后煎蛋。好变态啊！太大声了吧？请回去宪哥那，所以回去检查。我直接去宪哥。那我们是赢了没？没有，我现在就一定跟他得分。什么大声点听不见？便是队友唇语，联想出正确答案，积分高获胜。OK， 好，两队啊，您自己挑队，两个人，然后帮帮忙三分钟，帮帮忙三分钟，看能答对几题，加总起来，两边都是一样的，数量比较大的就是赢家了。两个字，吃的，时间，吃的，实验，食物，兴趣，食物，兴趣。我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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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来
完。有 online game 的。三个字，宪哥，三个，小巨蛋啊，小巨蛋，小群，小巨蛋，小群家。错了，谢谢，快一点。宪哥，吴宗宪，吴宗宪，728，吴宗宪什么样？728，很激发。但是我觉得这样子，你这个让他慢慢吃。徐哥在表演有反应吗？徐哥，从衣服里面拿出来啊！干什么你？来，第一位你好，请你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有一点可爱、有一点性感的国民女神。三维是？32C、2434。那32C 啊？嗯。然后你还24哦？24。Oh my god！你是什么？国民女神。对，国民女神。专门包工程的人。包工程。OK， 那你做过什么动作让男人会错意呢？这个等一下要请屈哥跟我配合。出来快一点，屈哥。身高有很奇怪的感觉。好合。预备，第一个动作。哇，这个饮料好好喝哦！来，你喝喝看。啊。这我们两个同喝一杯不太好吧？没有关系啦，很好喝的，你喝喝看嘛。啊，不，这个我觉得这样还是太麻烦了。但是我觉得这样子。这样弄的 ，OK。刚刚这样邀请你喝啊，饮料。你们觉得是什么样意思？重，对啊，这一定是这样子的。我刚刚就这样子了。对对对，这只有男女朋友会做出的事情而已。哦，非常明显，非常明显，对不对？毋庸置疑，确实是女追男的行为。倒贴，嗯，对不对？就是有好感，有好感。但男生后面亲上去的动作，我觉得确实有点太过了。不，因为年纪差很多，你知道吗？他珍惜。好，那屈哥接下来做什么动作？就是看情况嘛。现在情况是。现在的情况有点尴尬，哎，为什么很尴尬？对，因为这个他的麦克风是有点不一样，因为演完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这个让他慢慢吃。为什么？我这个是其实从那个我衣服里面拿出来，我的高度是到这里，从对啊，才一点点。徐哥在表演有反应吗？徐哥，从衣服里面拿出来啊！干什么你？好了好了 ，OK OK， 好，来来，我们欢迎这位美女出场。不是当初我怎么会这样邀请人家一起喝同一杯？没有，就是会。他是谁？他是谁？会出去代表是一定是朋友嘛？当然。对啊，所以就是去买饮料，然后突然买到一个新口味，觉得很好喝，就说哎，你喝喝看，很好喝哎。嗯，是这样啊。他几岁？没有，我就是普通一般朋友啊，差不多也是20几岁。那对方是喝了呢，还是？对方就是说不好吧，这样喝同一杯饮料，可是女生就会觉得没有关系，我们是朋友才会出去啊。那他后来有没有喝？
后来有喝。喝完以后他怎么样？他没有怎样，可是他很害羞的把吸管拿掉。拿掉，不是把吸管吃下去。没有没有，他就是不好意思。所以这种就没有幽默感，像我们喝完，嗯嗯，就喂了嘛，不可以这样了。